第一次上天是20年的5月，是普洱茶的茶饼；第二次是在21年的6月，是六株普洱茶的菌株，在空间站待了3个月。 现在我们正在用这些优质的菌株，在微型罐发酵生产线开展了强化菌株实验，精准控制普洱茶发酵过程。